屈原最近怎么样？状况我也好久没看他。嗯。哦，他最近好多、哦。哭了哭了哭了，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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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，他最近在谈恋爱。大 S 二度闪婚，惊讶到无言。S 妈仍和汪小菲有联络，还是很爱他。库龙，你跟他有相处过了吗？对不对？有有有，他 OK 吗？他个性比较平和。我都不叫他哭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直接叫他那个阿德儿。什么阿、啊、什么？阿德儿，阿德儿，阿德儿。啊，对，儿子。S 妈终于气消，还用韩文叫具俊晔儿子呢。23号，他在王伟忠直播聊到大 S 的近况，眼泪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你也发觉他现在好像春风又满面，又快乐了起来。是啊，我希望他开心。嗯。哦，他最近好多、哦哭了。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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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。他最近在谈恋爱。昨天那个欧巴去纽约，他做完活动会先回去，回去韩国看看他的母亲。OK。要不然他母亲想说，一个儿子怎么就被拐走了？他这个说他就再婚了，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你应该会觉得很 shock， 对不对？他做任何事情，我已经惊讶到无言。没有话讲。其实啊，他跟小菲要结婚，我也是他登记了我才知道的。那你嫁给谁呀、啊？我都不知道他嫁的是谁。反正他觉得出了事儿，老娘会来收拾。他什么事都是，反正爱就爱呀、啊，然后就去交往啊，然后结婚就说：“妈，陪我到北京住吧。”你结婚干我什么事儿？把你安排好、啊。对吧？安排好了。他顺便要把他公公介绍给我，这样我就也有婚姻待得久一点。屈原这个婚姻这十年来很多事情你还是一直劝他们啊，文化不一样啊，生活不一样，要忍耐要忍耐啊。然后小飞也是一个大孩子，而且他就是被宠得很爷们的那个独子，独子。我不喜欢看孩子吵架，他如果稍微柔一点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大冲突。长得又高又帅，我说我年轻我还舍不得呢，我都希望他们幸福。不管怎么样，小飞我也是很爱他的。小飞还跟你会通讯吧？有时候他会问候我，然后我女儿会说：“妈，你怎么样跟他讲话？”我说：“哎，他不是你老公，可是他也是我半个儿子啊。”对对对对，你是你的事，我是我的事啊。我现在倒是很想鼓励他赶快找一个贤妻，要不然到你就会知道那个孤独感呐、啊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